们会有一个全新的游戏体验，就是汽车点球大战。来进行我们的汽车点球大战了。对，大哥和小哥队依次派人上去，大哥队要进这个蓝色的球门，小哥队呢进橘色的球门，谁进的球多谁就会赢。当然也有可能，比如说大哥哥开的车把这个球顶进了小哥队的球门，所以小哥队是加一分的。首先来了解一下大家的开车水平。这边呢妥妥的都是老司机。老司机你该带我，我要去哪里。车龄是分别报一下。20多年。33年。也快20年了。这边加起来100多年。100多年的驾龄了，光跟驾龄就赢了。加了我就是 almost 200 years。 差不多200年。百年老车啊。我问一下这边蔡老师。30年。30年。哈哈哈。0年。好、这位还在考驾照当中，马上换本一个月，相当于6年。不会不会对不起不会，就没摸过。实不相瞒，刚有驾照一个月。哇，这边好好算，一共36。我已经算出来了，你加起来36，而且幸亏有蔡老师。我们这边整整多了100年。这是传承啊，朋友们。哎，接下来这个游戏就好玩了。首先各队请派人吧。我们肯定是蔡老师。我先打头炮来。好，蔡老师先来。蔡老师先来。老司机一定赢。这边先起。蔡老师，我陪您。你陪我吧。驾驶。蔡老师，嗨，你现在 OK 吗？好了，准备好了。点球大战第一球。好，驾驶员准备好了。看看怎么弄。给你的，谢谢。你都说了，应该进我们的。蔡老师说了，送给大哥队。你果然人在曹营心在汉。蔡老师知道要进黄色的框吗？想的绝对是黄色，但是力量是往蓝色走。咱是要进哪个门来着？咱们要进蓝色的。蓝色的门。谢谢蔡老师，弟弟们呢？老师没事儿，但是我们这个找到了进球的感觉了。进球的感觉，对对对。